have a ton of these completed, but I completed a cloud fundamentals course and the types of conferences that are out there. But this is where you can go to start searching some of the conference. And 大家早安，我刚刚上完那个课之后，现在洗了脸，换了一个衣服，做了保养之后，我要来帮 Loki 弄他的早餐，不然他就一直烦我。他今天吃，我最近想帮他吃一些新的，所以他要混，就是两种旧的罐头，把它混在一起。行，我看，开心耶，哎呀，这算 ASMR 吗？每次呢，我都是用完它的才能用我的，超可怜的，根本就是奴才。但其实我没有非常的饿，我想说弄一个上次买的这个冰咖啡，配我的最爱的 oat milk， 然后吃一个之前买的这个在日本超市买的咖啡蛋糕，这个很好吃，我已经吃过一个了。来，早餐前我会吃我的益生菌。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工作一下，我大概都会工作到个11点多，然后就会开始订我的午餐，然后订完之后就再工作一下，等午餐来这样子。那我们等等进来，有人密我了，拜拜。如果我上班中间就是有一点点小小休息的时间的话，我会用我的 app 看一下今天的股市。因为我其实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如果没有要开会啊，或者是没有要特别的专注的话，我其实是会一边听一些 podcast。我平常有在听的讲中文的 podcast， 第一个就是百灵果 news。因为其实我在这边我不太会刻意的去看台湾的一些新闻，所以他们的那个节目除了讲一些国际情势，他们会带入一些台湾人对于国际新闻的一些观点。就是我在美国有的时候看美国这边的新闻会比较少看到的一个方面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听他们的。然后而且他们有一些读书会，就是他们会 我听他们是挺有收获的，觉得哦，原来现在台湾就是流行话题是这个，然后他们对于观点是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是蛮快可以吸收到这方面的知识的。 Say Something 就是 Shelly 自己做的 podcast， Shelly 跟 Kevin， 但他们最近好像都没有 update 了耶。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我觉得我觉得 Kevin 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，很少会有见过这么成熟想法的男生，就是他很有目标，然后他的目标就是他的事业，然后他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感情，所以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想结婚，就是我觉得还蛮对我，就是我还蛮意外的，就是竟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男人存在，我应该这样讲吗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声音就是很好听，所以有时候就可以小小放空的时候可以听他们。再来当然就是马克信箱啦，就是我一直都很爱听马克信箱，如果真的是太闲就会一直回去听他们以前的一些集数，其实也蛮好听的，他们两个就是很闹。再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我最新爱上的，其实也是透过百灵果的时候听到的，就是骨癌。开始听到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新颖的，因为我一般不太听这种财经的节目，因为我就觉得那些名嘴就是一直在 bullshit。 然后可是我觉得古玩他还蛮酷的，是他讲话方式非常的屁孩，但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投资观念蛮像的。上班以来投资股市的心得，我觉得我跟他是非常的 match， 就是
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有讲到我，就是我自己内心是这样认为的。又加上其实他也会讲一些就是现在台股的一些东西，因为其实我平常就是看美股比较多嘛。重点是我觉得他讲话真的是很屁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 related， 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你的朋友，然后再跟你讲就是东西，你不会觉得哦，他是一个财经名嘴，然后再跟你上课那种感觉。他其实比较不是。我平常上班的话，不会喜欢听英文的 podcast， 因为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干扰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看的这个文字是英文的时候，如果我听到是英文，我会混乱。那我听讲中文的 podcast 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就是放松，就是可以放松的一心二用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还蛮喜欢听的四个节目，推荐给你们。然后如果你们有推荐我什么其他 podcast， 就是你们在听的然后觉得很有趣的，上班可以听的，也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推荐给我。你看他超好笑的，刚睡醒一脸懵的状态， Loki 好懵哦。Loki， 你睡够了没？Loki， 你看他会知道我在叫他，看他的尾巴就知道。到了，这是我的午餐，终于收到了。然后今天点的比较健康，是一个鲑鱼的套餐，就是它有一块鲑鱼，然后藜麦，还有一些蔬菜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选配菜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我都会就是把它的包装消毒，然后拆开之后再倒到自己的盘子里，然后再稍微给它加热一下。来试试看，这是我第一次点这一家的。而且我觉得中午吃藜麦啊，就是我会比较不容易累，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会比较不容易累。我们公司算是还不错，就是他现在就是有 offer， 我们中午可以有一定的 budget， 可以在外送的服务平台上面就是可以点自己想要吃的午餐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，就我觉得很幸福。不然如果要自己出钱点这一餐的话，我真的会破产，所以还好公司就是有这种的福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吃完午餐之后就会稍微的泡一下我的老人茶。大家一定会觉得说，哎，你养猫然后上班会不会被影响？完全不会，因为它就会处于这个状态。你看，一坨黑黑的，这就是它，就是 Loki 没错。Loki， 完全不想面对我。刚刚在下去接包裹，就发现，哎，我在 Amazon 上面订了一个非常浮夸的化妆箱来了。然后我订了一个粉红色，因为我那个你们记得我的柜子不是都是彩色吗？就是最近那个买了那个彩色的格子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如果可以放在那个台面上就会比较搭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放我化妆品箱子是一个黑色，就是蛮沉重的颜色，所以我想说我买一个这个，而且那个已经大爆满了，所以我想要把一些我常用的就是分到这个粉红色里面。好的，各位，工作到一个段落，然后现在大概是4点左右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想要来做一个清炖牛肉汤，然后因为需要比较久的炖煮时间，所以我想说早一点可以开始来备个料。炖清炖牛肉汤的话，需要就是用这个牛腱肉，这个我等一下要先穿烫一下，然后这一包是葱，然后胡萝卜、洋葱，这里有剩的半颗白萝卜跟姜，可能还需要番茄，但是番茄应该是最后，就是我想说加一点点番茄就好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牛腱先穿烫之后，这两个要削皮，然后全部东西都要切好。好的，现在我就把牛腱跟葱姜放进去，然后就让它慢慢穿烫。然后我看电视上他们有加一些白胡椒粒跟花椒，我想说我只有黑胡椒粒，加一下。我好像有花椒欸，总之就是在水里面加一点清香料，感觉就是去腥，然后又可以让味道进去。这个食谱是照着洛丽塔
的厨房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做的清炖牛肉汤的版本做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，我这一次也是第一次试，就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面。洛丽塔的做法，它是先放到压力锅里面去压力煮个15分钟之后，再用正常的锅煮。由于我觉得我的压力锅真的不够装，所以我今天就先做一半，就是全部的食材都减半，然后剩了一半我就下次再用。所以我牛腱大概就只用这样子放进去，然后洋葱、胡萝卜跟萝卜，加一点葱。姜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拍压扁变成酱子放进去，那个姜的味道就会超级浓厚。然后蒜，再来就是调味料了，因为洛丽塔它里面是加好像是加威士忌白酒还是什么的，可是我没有，然后我就用清酒，我们家只有清酒，就加一点，再一点试酒，然后它也是用白胡椒粒，但是我就只有黑胡椒粒，所以就将就着用，多加一点。然后花椒粒，花椒粒快没了，省着点用。嗯，它里面有说水最好是过滤的会比较好，所以现在我就加入用 Brita 过滤的水。所以我现在就用meat 然后调成15分钟，然后就让它煮吧。干嘛 Loki 你要不要上来，你要不要上来，你看它一直在我腿这里镜头位置，你怎么搞的，喜欢小奶，最喜欢小奶的猫咪，给大家近看一下你嘛，你看你可以跟人一样做哎、哦，他要挣脱了，他不喜欢。Lucky， 你看他脚，Lucky， 你饿了对不对？Lucky， 我拿点心给你吃好不好？你看他只要听到这个声音，他就不会叮当。Lucky， 再给他吃一个这个洁牙的零食。你这么努力在吃哦，你这么努力，哎，还有一个啦，先生。Hello， 现在时间是5:40，记得我第二批剩的那些食材吗？我又拿去就是等于是做两次相同的动作，然后把那些东西都就是十分钟压力锅这样弄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了这一大锅的牛肉汤。然后根据就是洛丽塔的食谱呢，它是说白萝卜要先盛出来，所以我的白萝卜就是现在先盛出来在这里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几乎都已经熟了，所以怕烂掉。然后我还有多一点点汤，所以高汤我也放在这里。然后现在就是要加番茄进去，再炖煮30分钟。这边我加了一整颗的番茄。这个就是我的晚餐。你们一定想说，不是煮了汤吗？怎么结果晚餐竟然是这些？没错，因为这个是之前的剩菜。哦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打抛猪肉，我是看 Kelly 的影片做的，超级爆简单跟好吃。然后这个就是炒了一个高丽菜，这样很简单，然后配糙米饭。
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都给我去做打抛猪肉，这个食谱真的很简单，然后又非常好吃，就是很够味，很适合重口味的朋友。我觉得在家 work from home 嘛，开始没有很习惯，然后没有那么有就是生产力，太多时间就是没有人会盯着你，所以像我这种很比较没有自制力的人，就是最棒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排那个 schedule， 因为我早上的生产力比较好，我就要做一些比较需要专注的东西，然后下午可能就会比较中餐之后就会稍微比较放松一点，就可以做一些就是比如说不太需要动脑的啊，或者是就是没有需要那么专注的工作，大概会抓每2个小时或1个小时就是放一件事情，然后中间我会稍微就是间隔一下休息。就我觉得在家工作我常常一工作就会忘记就是起来，因为就是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你的同事会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啊，或者是走经过你就会叫你一下，你会被中断。我觉得在家反而这一点就是会比较不健康，就是我常常会一坐然后就坐在那里可能2-3个小时然后都忘记起来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会强迫自己就是看到时钟之后发现说哎，已经工作大概1个多小时了，然后就会站起来稍微走动一下，比如说做个家事啊，洗个碗啊，或者是像我刚刚一样就是稍微去备个料啊，弄个我在正在煮的东西。就如果你们也有在 work from home 的话，就是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。嗯，打泡猪肉真的很好吃欸，明明就是没有出门或什么的，但还是会饿欸，那蛮奇怪的，那明明也没有什么劳动。牛肉汤好了，然后我刚刚就把那个牛腱肉都切块或者片，大概就长这样，真的是很大一锅欸，然后盛了一小碗，想说先来试喝一下，还撒了一点香菜，可是它已经完全融化了。嗯，这个汤色看起来还不错，让我来试喝一下。嗯，哦，哇，哎，这个很不错哎，因为可能是有加洋葱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蛮甜的。然后萝卜可能也有一些就是甜味，吃个肉，肉是还是很有嚼劲的，我觉得。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压力锅可以再久一点呢。我觉得白萝卜真的是很容易熟，所以我建议是可以切再大块一点，它真的很容易化掉就不见了。你们看今天夕阳超美的，有一点粉粉橘橘的感觉。我刚才呢就把汤过滤了一下，所以现在这里面呢就是非常清非常清的汤而已，就是那些杂质都不见了。然后牛肉我刚刚又进压力锅里面再给它煮了大概10分钟，所以现在是比较软一点点。我现在想说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在里面都放了什么东西。OK， 这个角度很棒。所以第一层呢，我就放了几支在 Fresh O2 新收到的，就是这个迷你唇膏组，然后还有公主唇膏。我想说，最近如果有化妆的话，就用一下它们。然后这边我就是放，就是我的眼线笔跟眉笔，就是笔状类的，因为我一般就是只要有化妆，我一定会眉毛跟唇膏都会，所以我想说最常用的就放在最上面这样。这边打开之后呢，这边有几支就是我常用的睫毛膏，一个是小凯老师的这个凯 Beauty 的，这支超好用，然后1028，然后跟 Kiss Me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很爱用的这个 Becca 的遮瑕膏，之前讲过眼下遮瑕。边的话呢，我就是放了护唇膏，这个也是我在用的 Fresh O2 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唇釉等等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个是那个我之前在雅米网上面买的 Perfect
Diary 的双色的腮红，底下就是也是一堆，因为它其实很深，所以我甚至在里面我还摆了一个无印良品的刷具桶，不是刷具桶，这应该是笔筒，它竟然还可以摆得下去。然后像这一罐啊，是 Chanel 的那个很遮瑕力没有那么高，感觉有点像试底乳的那种东西，但是我会把它当粉底来擦。然后它这个其实蛮长一罐的，我都可以放进去哦。底下我就放了一些就是腮红，也是之前 Fresh Old Two 收到的，就都没有机会用。然后一些 Webla， 这个是 Dermalogica 吗？就是好像是一个医美的牌子，然后它是有 SPF 50在里面，有一点像是那种日霜加上防晒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这个还蛮不错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点会跟我的底妆打架，就是我还在试用。我最近就很喜欢就是这种又有防晒又有试底功能的，像这个是理肤宝水的那个防晒又有润色的东西，就是很方便，如果真的想化妆就用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，就是我很喜欢的防晒，这个是 Elixir 的美白款。OK, so 这个影片的内容大概就会到这里了。我想想，我等一下应该就是来运动一下，就是做我那个100下健腹器。你们第一支日记里面已经看到，所以我就不拍了。然后就洗个澡，然后再看一下那个脂肪子。我最近在看，就是我第一支影片 PO 的时候，然后下面就有蛮多人推荐那个我可以看脂肪子，然后我就看了，哎，真的有点欲罢不能，大家就是很热烈的在下面推荐我，然后所以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口袋名单，不管是美剧还是韩剧还是日剧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赞，我会慢慢来看的，等你再看看咯。那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这个周末再见吧。